拉着两条战绳不停地挥舞，表情痛苦，面目狰狞。战绳对训练手臂肌肉、核心的控制与稳定都有极大的帮助。这个叫做战绳，它主要是你的手臂与全身还有你的核心的控制的稳定，在对于你龙舟方面是你在做一些发力的动作的时候会很有帮助的。马上就要端午节了，中华大学龙舟队去年痛失冠军，五连霸梦碎。今年积极训练，一周练习五天，每天集训四个小时，都在健身房与游泳池里锻炼，希望夺回失去的冠军。去年是拿到第二名而已，因为我们有一些小失误啊，输了0.1秒，我们的五连霸就被香山高中终止，所以今年我们一定要再夺回来。不同于健身房的体能训练，为了模拟真实的划船感觉，龙舟队会在游泳池将长椅摆入水中，在队长的口令下整齐一致的划水。全桨，半桨。最后还有拿出真正的小船，队员分作两边对划，拟真度100%。练习龙舟虽然辛苦，但是也把所有队员们凝结在一起，团结一致的感觉，也是大学里最珍贵的回忆与目标。龙舟对我们来说就是大学的一个里程碑吧，就是在大学当中，大家可能都无所事事的过完4年，可是我们就希望有一个目标，让大家去追，就我们的大家一起共同去努力的方向。哦，因为我是转学生，然后我大二的时候才转过来这个学校，然后又有幸认识前任的队长，然后我想说借由这个机会来参加一些社团活动啊，然后顺便认识一些新朋友，对，然后刚好大家实力也蛮坚强，我那年就拿到冠军了。对，就会想要继续参加项目这样。再过不久就是端午节，而众所期待的龙舟赛也即将在南寮旧港展开，有很多队伍都已经摩拳擦掌，积极备战中。除了消防局与警察局的猛男之争之外，大专院校组的学生队伍也都相当有看头。有三中啊！凯擘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。